好，欢迎大家来到醉鬼开源与质押鬼，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 Jeffrey。那本鬼宗旨在于分享开源与质押的结合。那么本场讲者将分享他以5G 开放架构进行创业的过程跟经历，以及相关的新创新产业在质押中的发展。让我们来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好，大家好，那我是恩成。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哦，主要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一个人怎么被那个电信业或是被5G 哦这样子不断的荼毒的一个过程哦。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手上哦，应该都有手机嘛？那请问一下，我想快速的做简单的调查，现在手上的手机已经有 5G 门号的，请举个手，好吧？你看这个，看起来这个5G 产业岌岌可危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哦？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哦？这可能就是我今天站在这边最主要的目的哦。那这种东西哈，这个就像是印度人都没穿鞋一样，有时候是危机，有时候也是转机哦。那如果借由这样的分享，你在你未来的一些职涯的参考，或者是在一些技能的选择上面有一些帮助哈，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哦。那我是恩成，我目前现在在阳明交大服务。那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是不用上课的助理教授。哦，那他是有点像是隐藏版的啦，因为那个我自己觉得说去学校哈，他担任这个教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其中一个 KPI 是要开课哦，他都有开课的时数，你一次要开个9学分、18学分哦，那是不是真的要变成助理教授？现在我是其实一直在想哦。那另外，其实我做过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哦有开过公司哦，那我开了公司啊，然后就是借由开源的架构跟开源专案去做这些事情。那在开公司之前呢，我又跑去国际标准组织哦，就是去帮忙去定一些标准等等的哦。所以说，如果有人问我到底是在干嘛，我是隶属于学界还是我是隶属于业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哦？有时候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哦。那概念上而言呢，就是说，在业界的部分呢，我的经验呢比较多是在一些创新或者是创业的一些经验上面。那这些经验都是用开源架构或开源专案去做的。所以如果后续对于说，我今天有在了解或者是开发一些开源专案。那有一些创新创业的想法，我觉得都可以一起互相讨论，我觉得都很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迈向这个国际组织的部分哦。那国际组织跟开源专案，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啦。因为我们开源的本质其实是互相分享嘛，对不对？但是人活下去的本质呢，其中一部分就是你要有这个足够活下去的钱嘛，对不对？那今天讲到钱会不会太庸俗一点哦？但是这个还是无可避免的啦。就是说，不管你是靠资助、靠商业行为，或者是靠你这个无悔的心哦，你总是要吃得上一些饭嘛，哦。所以我自己收集了很多学校的 logo 哦。我本身是原治大学通讯博士毕业的，我在阳明交大服务，然后我现在也有在台大去念那个 EIMBA，它是比较像是一种商管学院的，就 EMBA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多了一个 I 就是 for innovation，就是 for 创新创业的部分这样子哦。那在学校里面哈，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是被其他教授霸凌的那一群哦，因为别人都说，奇怪，这个恩成啊，你的学术论文好像不是很多哦。那我就告诉他，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之前都在搞新创哦，我写的专利可能都比我的论文还要多哦。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你去跑一些模拟就好了。但是我就说，没有，我的习惯是把开源专案弄成一个比较可以实做的平台哦。那这样子也比较有机会是说，不管是对你的个人，或者是对你后续的职涯哦，它会比较有一些长期的一个发展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今天要来谈 5G 开放架构这件事情哦。那这个东西，我再度重申，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以前印度人不穿鞋一样哦。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架构去看它哦？那我自己可以从很多的面向角度去分析哦。就是说有一些公开的数据，它就告诉我们说，这个 4G 哦，自从这个中华电信开台之后，满1周年
哦，全台有 27.6% 的比例的用户数，哦，就开始使用 4G 的门号。那 5G 开台满洲，它是2020年开的，哦，2021年开了之后总共有多少比例的人用呢？用了 11.8%、哦，所以说我刚刚快速做了一下调查， 就觉得哇，这个台湾的 5G 真的是岌岌可危，哦，那如果我今天的投影片，哎，我今天的那个议程只有五分钟，也许我到这里就可以 conclusion， 就可以进 QA 了，这样，然后就是来唱衰 5G 的，哦，但是不是，哦，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平衡的报道或调查，哦，就是说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整个全球，哦，全球他在看整个国际标准组织，或者是他在看整个业界在各个国家 5G 的推广发展，台湾排名第几名呢？台湾竟然可以排到前五，哦，这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哦，所以 5G，哦，这不是说，哎，你看说跟 4G 比，这是什么11点多，好像只有 4G 的一半，哦，那其实台湾在整个全球的 5G 产业，它其实已经在所谓前段班的程度，哦，那前四名分别是什么？第一个是南韩，哦，为什么是南韩？南韩又称为什么？南韩又称为是地狱朝鲜，是吧，哦，那它靠着 Samsung，哦，非常大量的一个工程师跟干的一个支柱，哦，所以说在 Samsung 电信业的领导之下，他们非常积极的去推广，哦，那他们也是这个东南亚第一个去推广就是 5G 的国家。然后隔天就出了一个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说这个南韩的 5G 开台之后速度比 4G 还要慢，哦，大概是会有这样的新闻，这样子，哦，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哦，那中国他其实就是做出自己的节奏，哦，就是说，欸，这个我们的 5G 是中国式的 5G，哦，因为华为他其实也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说，欸，他要怎么样在这种全球的电信业，哦，去主导或者是去影响，哦，那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想要主导影响，然后进 5G 呢，哦，那正是因为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产业，那他的切入点是什么？他的切入点就是所谓的开放架构跟开源专案，所以同时会发生在所谓的香港跟日本这上面，哦，那大公司大概是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前面这边，哦，就是说他们在思考一些非常前瞻的技术，那这些前瞻的技术你该怎么样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最后找到它创新或者是找到它落地的一个 model， 然后造就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这个是大公司它现在就是处心积虑想要玩的。但是大公司想要玩不代表说这个开源或者是个人户或者是其他的单位没有办法去 join，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机会啦，我自己是这样理解，比较新的机会，毕竟你看我公司开了这么久还没倒嘛，就代表确实它是有一点东西在里面的，这样子，哦，那现在问题是说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个议程的名称或者是看到这个内容，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5G 真是有够难的，哦，那再来就是开源你要投入也是蛮难的，哦，那你要写 code 它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那再来就是说你还要会 5G 的 protocol， 那是不是难上加难，哦，那大部分的人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状况，所以说这个部分的交集，哦，其实就是造就愿意参与的人数就会变得非常稀少，大概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要稀少，你就知道有多稀少了，非常可怕，哦，那这中间，哦，这所谓的开源组织跟开源专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哦，就是说当我们在推广一个产品的时候，我还是会用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哦，就是说这个还是会需要一个所谓具体的商业的一个模式，哦，说穿了背后还是要有稳定的资金去做援助嘛，哦，那一个 group 要活下来一定要有稳定的资金去做援助，稳定的资金有几种做法，哦，就是利用什么基金会啊或者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去拉非常多的 donate，或者是说呢，欸，我们去参加所谓的国际标准，然后去建立所谓的影响力，去招收会员等等的。那在里面把开源专案跟标准连接的最好的专案跟标准分别就是所谓的 ORAN Alliance 跟 ONAP 这一个开源专案了。那这个 ORAN Alliance 大部分的介绍在第一天早上曾瑞光教授他其实也有做一些简单的说明，那我们这边就是细节的部分，这个我相信教授讲的会比较清楚，那我就讲一些这个整合的部分。那 ORAN Alliance 它其实主要就是定了非常多的标准，就像是刚刚有提到说Ubuntu要测试要定了一大堆的测试的方法或步骤一样，那这些方法和步骤怎么样快速有效的去推广到全球或全世界呢？
哦，这个方法呢，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让他发挥强制力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具体而言就是有所谓的认证，或者是有所谓的法规要求。那当一个技术它开始有了认证或法规要求的时候，那事情就不是开玩笑的了。那这个就好像是你今天拿了一个充电器，我不知道大家的充电器都买哪一家，一拿起来上面有一大堆的那个验证通过嘛，对不对？ 有一大堆的 logo、哦、那些东西都是那个它必须要去取得特定的验证或要求。那 5G 的验证要求在台湾主要就是 NCC 在帮忙去处理。那 NCC 它要参考什么样的法规，他其实也不知道该参考什么样的法规，所以他就看国际标准组织怎么建议他就怎么定法规。那国际标准组织怎么建议的，那就是谁贡献，那就是谁，那就最后他就会变成标准。所以这是一个中期到长期的一个职涯的规划，就是说当你有兴趣把这个开源专案跟开源标准去做一个结合，除了你手上的开源专案可以去做成所谓的 template 或者是所谓的 prototype 之外，你也可以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想办法去在标准化上面有一些琢磨，有一些贡献。那最后呢，因为标准这件事情开始渐渐的被法规化了之后，那后续就有机会就是会往所谓的产业去发展哦。那台湾在这个部分呢，又正好是一个比较有机会可以起来的部分哦。为什么？因为 5G 这件事情往开放架构跑嘛。那开放架构跑，它要打破的就是以前的所谓的封闭市场哦。那以前我今天要弄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先确认买家跟卖家是谁哦。那 5G 谁会买基地台呢？各位有想买 4G 基地台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其实你很有钱这样子，应该都没有。 4G 的基地台 都是千万到亿以上的等级去这样做计算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能买的其实也不多啦，就是 Nokia、华为、 Ericsson、 Samsung， 然后就结束了。 你可能就想不到基地台还有 哪些家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到 5G 使用开放架构，大家对所谓的开放架构下的 5G 会有一个期待。什么样的期待呢？就是说我的基地台的硬体，我有没有机会去 Nova 买，去买那种 X86 的平台，买好之后呢，我把我的 CUDU 的软体灌上去之后，然后再买一个 RU 的天线，它就变成一台基地台了。听起来很玄哦，但是现在其实台湾非常多的厂商，他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他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呢，他可能认为自己这个可能没有信心做出一个很 solid 的基地台，但是做一台那个 X86 的电脑应该不是很难吧？哦，那这个台湾的专业啊，不管是代工或者是制造，这个都是非常多，里面就是台湾的专业。所以对这些厂商而言，他们以前关注到的是什么？哦，他的电脑最后出货的形式可能顶多是笔电，再来就是伺服器或者是个人电脑，顶多再来是工业用电脑。现在还可以多了一个基地台哦，那整个市场规模就会变得异常的大这样子哦，所以说厂商就前仆后继的进来这样子哦。那厂商在上面，他当然就要开始装软体，他要装什么样的软体哦？就是各式各样的，有软体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开源专案来的这样子哦。那 5G 它其实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 5G 它有非常多的国际标准组织，这个太多了，就不用一一的去介绍。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先把它收敛到 O-RAN 呢？那是因为呢， 我自己还是觉得开源专案跟开源标准它背后一定都有它蕴藏的一个商业模式正在运行。那唯有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持续的滚下去，它才会成功。我随便举个例子， K8S 现在也是越来越这个壮大嘛，对不对？那为什么 K8S 会成功？因为其实大家找到了 K8S 怎么拿来赚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这样嘛，就是说新创公司它有机会拿着 K8S 兜出一套服务的模型，不管是上云，不管是拿来做基地台，还是做这种各式各样的 service 的low balancing 啊，或者是资源的调度等等，它发现用了 K8S 比用传统的硬体的解决方案更省。那所以一个好的商业模型是一个造就一个开源技术跟开源专案背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当然我们都是从工程出身的，我本身也是念通讯工程的，那你不一定要对这个很懂，但是你至少要有办法去分辨说，诶，哪些组织或哪些公司它背后的商业模型是相对稳固还是相对不稳固。那 Orion 提供的商业模型是一个双赢的商业模型。为什么？因为这个 要快速的谈一下 5G， 它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它的频率比较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 sub-6GHz millimeter wave 28GHz 等等，这个都是高频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高中物理学的故事了。高中物理学告诉我们，频率越高它的覆盖率会越低，穿透能力会越差。所以说它的覆盖率跟穿透能力越差，那大家在 4G 升到 5G 的时候，其实掐指一算发现说，哎呀，我从 4G 到升 5G， 如果我要满足一模一样的覆盖率，有覆盖全岛所有的讯号的话，我基地台要的数量要变成四倍，吓死人了。那就有两种人，一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说这个中华电信这类型的电信商，他负责买基地台的，他就快哭死，他就想说，哇，完了，我以前要买100台，我现在要买400台。那如果我是卖基地台的，我就爽死了，我以前只能卖100台，我现在可以卖400台。那这件事情就会造就一个需求，很强大的需求出现了，就是电信业想要买便宜的基地台。说穿了就是这样子，电信业想要买便宜的基地台。那设备制造商当然不会想说，哎，这个 你叫我降价我就降价，反正全台就我独家，全球就我这三家有，那我们就联合嘛，对不对？反正 反托拉斯等你抓到我，我已经赚饱了，这个罚款扣下来都还有赚。所以说在便宜的基地台这个需求下面，电信业组成了这个 Orion 的联盟，他希望可以在便宜的基地台上面取得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是要把个人电脑的模式复制到所谓的基地台产业来。你现在去买个人电脑，买记忆体，买 CPU， 买硬碟，你会关注你的记忆体是创建的，是 ADATA 的还是 Samsung 的吗？其实已经还好了，你唯一会关注的是价格跟品质考量，但是你完全不担心你买回来之后它插不上去，插上去了之后不会动。那希望呢，我们先把一台非常贵的基地台，可能破亿的基地台，我们先切个两三刀，那其中一部分我们就换成个人电脑用的。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研究过 4G 的基地台， 4G 的基地台它其实后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往 X86 架构改，它的 CPU 核心跟 RAM 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8核到16核左右，然后它的 RAM 大概是64G到 128G 之间，那它的硬碟大概是 500G 到 1T 左右。 OK， 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规格，但是它可以卖几千万，你开心吗？那所以大家都急着想往这个产业发展，那 Orion 就创造了一个游戏，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去定义所谓开放架构的基地台，然后去把所有的这个厂商拉进来。他以前可能是在做电脑的，他以前可能是在做伺服器的，全部来做这个基地台的便宜的基地台到底该长什么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Orion 就逐渐成为一个公司。他不一定是有最好的技术架构或者是最漂亮的技术架构，其实很多人会从技术的角度跟我去分析说，哎，这个 Small Cell Forum 推出来的 Functional Block 啊，这个部分好漂亮，漂亮的要死哦，然后又有人才，然后又有技术哦。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最好的技术架构不一定是能最成长的技术架构哦，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样子哦。但是它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哈 ，Orion 它其实在推广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在做商业评估其实蛮困难的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卖电脑的，我今天说，我要改卖基地台，我能多赚多少钱，这件事情很难算啊，算不出来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常常很多人把 Orion 这个跟 5G 它这个目标对象其实有点搞混了那因为今天只有30分钟的关系，所以有些细节我就没有讲太多。那 我就直接把结论说出来，就是说这张图其实是 Gartner 的一张市场分析的曲线，它 S 轴代表是时间，Y 轴代表的事情是人们对它的期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一出来，大家都会对它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 AI 好像很厉害，或者是那个什么 NFT 啊，或者是怎么样低轨卫星啊，大家都会对它很期待嘛。但是不管是什么技术，它要成熟，其实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是技术成熟度，也就是工程师的肝烧的多不多那期待成长的比较快，还是工程师的肝燃烧的比较快？
哦，通常是期待比较快，哦，所以大家都会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说期待快速的成长，然后最后发现工程师的钢还没烧够，然后 就只能买到一堆看起来不太沙里的东西，然后就啊失望透顶。所以说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新闻在讲说啊 5G 没有用啊，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不换手机，然后 就是造就各位都没有换 5G 手机。虽然说我换 5G 手机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啦，哦，如果没有我也不一定会换，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哦，但是最终还是要等到技术程度累积起来，它才有机会慢慢走向技术成熟。那 5G 这件事情，哦，它一开始的设计，哦，其实一开始它不是设计给人类使用的，它一开始的设计是给更多的物联网装置连上去使用的，哦，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做什么呢？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就是智慧电表好了，智慧电表它是每家一户嘛，对不对？那现在都是抄表，那全部改 5G 讯号连上去，哦，那你的使用者人数不就翻一倍？哦，那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就是5G 整个系统它在看的东西，它不是，它其实不是在 target for 所谓的人类它去升级使用 5G， 因为你的眼睛大概你的眼睛的灵敏度大概就这样，手机大概就这么大。那你说 5G 有大流量、低延迟、高连接速的需求，但是你不太可能边走边看 8K 的影像吧？不会吧，你会背着50寸电视然后像这样走吗？不会，不太可能，哦，所以说在物联网装置的情况下，它其实在一般消费者感受到的变化它其实不会这么快发生。比较多的事情是哪里？比较多的事情可能是这个什么，有一些什么智慧交通，那种无人巴士，哦，有智慧工厂，那里面有个搬运的那种起重机，流水线上面的 camera， 流水线上面的 camera 它会去拍说，哎，我今天一个电路板过去，那个有时候是人工焊，有时候是电脑焊，哦，不管怎么样你焊接点焊得好不好，一个 camera 帮忙看，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影像，怎么分析？用 AI 分析。怎么传？你用 WiFi 传， WiFi 的讯号就是工人来插一个隐藏的那个 SSID， 然后你的电脑就爆，哎，你的网络环境就爆了，哦，那是因为就是 WiFi 它其实互相干扰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哦，所以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5G O-RAN 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市场，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它适合谁呢？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很有心的你想要成为一个工程师，这没有问题，哦，你就去把开源专案全部摸一摸，然后就继续走去研究它要做什么。但是我今天来主要是想来分享另外一个可能性，哦，就是说其实如果把开源专案跟所谓开放架构以及背后隐含的标准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隐含了对整个产业一个完整覆盖的理解。不管是工程师你可以做出一个产品，产品经理你可以得到说，哎，你现在的一个既有的能量，哦，跟技术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你今天是 NCC， 或者是你是一些测试厂商，我就想知道，或我就想买，我就想知道这个基地台好不好用，你可以做一些测试验证。甚至呢，哦，我们可以试着思考一下，就是说大家知道 Qualcomm 跟 Broadcom 这种 IC Design House 它怎么赚钱的吗？它是靠卖专利赚钱的，技术授权金赚钱的，哦，那最终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行程式都不写，全部都外包，然后他们每年收非常多的授权金，哦，那这件事情也是 4G 到 5G 华为很想做的事情。 5G 到 6G O-RAN，哦，它提供给所有人一个机会，并不是只有大公司能做的事情，哦，你要做技术布局，或者是你单纯的要拿来行销，这个都可以，哦，那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 O-RAN 要怎么用， 5G 要怎么用这个事情，哦，那我们刚讲到了 5G 它其实一开始的设计不是给人类去使用的，哦，那不是给人类是去使用的使用情境可能想象不太出来，哦，所以说 O-RAN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工作，它就在定使用情境。你现在可能想象不到 O-RAN 怎么用，欸，可是比如说记者他去做报道的时候会有 SNG 车嘛，现在的 SNG 车是走卫星通讯，那是不是有机会把那台车改成 5G？ 那就是一个移动型的 5G 基地台加上大流量的一个资料传输，哦，达成一个所谓的即时转播，甚至我放在救护车上即时救灾的一个使用情境。这个被定义在 O-RAN 的 use case 3、哦，3号 O-RAN 就是在研究说这些 use case 到底该怎么玩，哦，那这里也隐含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欸，如果你有办法把你的 use case 推进去，不管你是个人户、公司户，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那最后它就有可能变成全球都 follow 的一个使用情境。那这件事情难不难呢？其实也没有很难，因为标准组织最喜欢做一些高大上的事了。比如说最近在研究 energy saving 这件事情， energy saving 听起来好像很难，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研究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研究的事情是这个基地台要不要关啊，这个天线什么时候可以关啊，那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关，那很简单，根据现在的用量来决定。我去预测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那如果没有人我是不是可以先关掉，那周末的时候百货公司人比较多，我可不可以周末的时候在百货公司开一台比较小台的基地台，只覆盖百货公司，该睡眠模式进睡眠模式，大概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而已，但是它就变标准化了。那提出标准的是谁？提出标准是 Nokia、所以这个东西就变 Nokia 独占咯、但是 Nokia 是什么时候开始提的？今年三月、那这个东西难不难、这个就是一个 trade-off 的意思，就是其实你只要有办法去参与就 OK 了。那我们团队其实后面、会开始进行不断的一些相关的推广、那我们也知道 5G 这个东西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其实会把一些 5G 跟刚刚提到的一些市场的趋势啊、技术的比较啊、跟一些相关的东西我们丢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再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那都可以去看说、这些 5G 的一些趋势跟一些其他的结合，比如说你要用 5G 赚什么钱啊，或者是 5G 的一些训练或课程这样子、那学校这边他也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啦，这个东西就有点细节了，我们就不讲太多。那说穿了就是说学校他就是有一些 resource， 他可以去构建一个很好的训练跟实验的环境。那我们也会在后面预期的会去逐步的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去做开放，或者是说让愿意加入一起研究的人去做参考这样子。我们也去看企业说这个企业对于这个 5G 的标准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其实大家都会发现说这个参与国际标准是不是很难，大家好像一开始就被这件事情吓到。那我们自己参与过的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顶多要配合那个国外在晚上十点开会而已、那其他的而且是港口、其他东西都没什么、所以说在这个 SOP、其实如果大家都很清楚的情况下、其实厂商是蛮有兴趣的、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把更多的一个成功案例，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些方法、去把它标准化的去训练出来这样子、所以今天就是、也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对于 5G 而言、并不是所有在玩开源专案或者是在玩开源技术的人都没有机会碰到，而是它就是在隔着一个薄纱而已你就可以去接触的东西、那如果你有兴趣把 5G、做成你的 skill set 的一环、或者是说你现在做开源专案但是你未来其实没有很想做工程师做 forever、你要想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都是后续可以进行合作或者是讨论的一些地方这样子、那我们最近也在思考说这个我们弄一个电子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些资讯其实是这个 Orin 它是会员制嘛、那有些会员制的东西其实它很有系统的组织起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去网络上找类似的、我们把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训练、去用会员电子报的形式去推广出去、那不知道会不会、会更好一点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伙伴可以去加入我们，或者是我们去讨论更多合作的可能性这样子、那今天的投影片跟相关的资料我记得这个我们的议程轨上面都有一个 HackMD 的那个一个共笔的一个位置嘛，那我会把那个这个档案的连接再连接到上面去给大家做参考，那我的联络资讯会在上面、那希望以后有更多交流的机会。那我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有任何 Q&A 的事情想要问讲者吗？嘿，请说。对，我们其实是从标准的角度切入啦。嘿，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都合作、这个我。对对对对对，学校就是这个好处，因为学校他的工作，他的目的不是赚钱。所以说对于设备商或电信商来讲都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他就是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啊，我们就是要保持学术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在做测试或验证的时候也会比较
不会偏袒呐、啊，对啊，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坏处，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收回扣这样，对对对对对，嘿，谢谢。